Kia ora koutou katoa. Oh, I think I might have just. Did I? I've done something to my headset. That's all right.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ive with the cable. I think that. Do you want to sit in groups of like companies, governments? So just mix it up? Is that all right with you? It's fine. Yep. Just take a seat wherever you like. Okay. I'm just not trying to move. I'm Paul. I'm London. Mix and match by gender or. By any method that you would like. 1, 2, 3, 4, 5, 6, 7, 8. Well, then you. Well, I'm sitting here, so I can see the whole panel. So, yep, I am going to do that. And the only person that we're missing is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e German. The German. Right. Okay,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d please take your seats in the room.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热烈欢迎我们现在欢迎就是到我们的那个舞台来，就是我们下边谈这恐怖主义的，就是恐怖主义的和极端主义的，就是暴力性的极端主义的这个在线内容。 我是来自新西兰的，而且我非常高兴的今天在这是这个这次的讨论组的这个主持人，而且呢，就是我们想确保呢，就是我们也是想确保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这个就是互动性的方式再来参加。那么现在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排。我们有一个我们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参与者都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下边是就是新西兰总理的首相的一个录像，一个视频。那么以后呢，就是我们还有两大块的这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问题和责任问题。 那么问题是，我们各个就是这种利益相关者，他到底有哪一些什么，就是他有哪负有哪些什么责任，而且他可以做一些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们的就是风险方面的，我们就是在这人权的问题也是做介绍，而且就是还有哪些什么风险，这个我们也是做介绍。下边。 我们都是每一块都是要做，就是20到25分钟左右，而且我们还会有些问答。那么，我们，那么就是到底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对于政策有可能的政策会有哪些什么？一些没有政策的方面哪些什么建议，而且我们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就是这种。 恐怖主义的和就是暴力的这种极端暴力的这种内容还是比较多，而且就是在这就是很多就是互联网有很多的功能，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是就是迅速的这种沟通，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迅快的交换，比如说视频的这种内容。
而且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在这就是有一些不少内容，就是它还是非常有问题的，比如说是这个恐怖主义的内容和这些就是暴力的这个内容。我们短短就是跟前不久就是在新西兰 Christchurch 有了一个就是暗杀就是事件，就是在两个这个那个伊斯兰教教会教堂里面就是有了这个袭击，就是恐怖主义的袭击，而且呢就是就是这个恐怖主义分子他就是也用了一些新型的方式，就按照就是和过去比较的话，就是更高的更快的频率就分布了他的这些消息，所以呢就是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假如我可以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就简单的就二十秒钟可以简单的介绍下面我们看到那个录像，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对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们就可以做开始。好，你只说你的名字和就是机构就可以。好，谢谢。我的名字是Edison Lanza， 我是就是乌鲁瓜就是人权组织的代表。我的名字是 Sherry Clark， 我是美国外交部，美国外交部的就是我是在这是负责这些就是网络袭击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这种专家。好的，我的名字叫 Brian Fishman， 我是这些。就是 Facebook 的一个，我是就是 Facebook 的负责这些就是仇恨语言的这方面的管理。我本来是学术界，那么我的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也是一个数据学，就是数据学学者，而且就是我是斯里兰卡，来自斯里兰卡。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 Paul Ash， 我是新西兰政府内阁代表，而且呢就是我在这是负责就是国家安全政策，特别是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谢谢。好，我的名字叫 Courtney Gregora， 我是微软公司的这个数据就是数据安全首席执行官。好，你们好，我是来自韩国，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我们就介绍一些那些政策。好，诸位早上好，我的名字是 Gerd Billen， 我是就是德国就是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的一个副部长级的国务秘书。我也是从我们的工作上，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是就是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是就是K.S. Park， 我是来自韩国的，也是就是韩国法律学校的一个校长，而且就是在这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就是。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介绍，而且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主要是有一个目标，我们要抓紧时间，所以就是我会随时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就是我们要遵守时间。那么我们所以呢就是我完全要确保我们给我们的用户的团体就是提供优秀的服务。好，那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的新西兰部长他是没办法给我们就是亲自到来，但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录像，而且就是我们可以放一下这个录像，这样就好。好，就是我们可以都说就是互联网它是一个很好的力量，就是可以连接起来我们所有的就是人员，就是个人也好，社会也好，而且就是我是在这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良好的力量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开发，所以互联网也好，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权利。那么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互联网它也有一些它的那些负面的方面，我们刚刚不久之前
看到了一个那个大型的这个 Christchurch 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就主要的问题是当时的这个犯罪者，这个黑客他是用了就是这个实况广播的技术传达他的这个犯罪行为，所以呢。那么你们大家都可能了解我们是有哪一些什么就是有一些反应，我们在这就是与法国就是有了友好和这个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也是想就是在网上扫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暴力的这些内容，这个完全是一种志愿者的一种一个倡议，可是我们的也是想做一个安全的和自由的互联网。我们一直在这我们现在已经有40个国家都是参与我们这个倡议，包括就是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一些企业集团，因为大家都已经意识得到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以单方面的出发点来解决的，我们应该要和大家携手合作。那么而且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恐怖主义分，就是这种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看到网络，就是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非常难以接受的这种内容，比如说恐怖主义活动，还有呢。仇恨语言内容等，而且我们作为国家是比较小，我们是岛屿国，可是我们还并不能够以单面的国家出面解决问题，所以特别是像就是互联网治理论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种论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也很多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就是反恐怖主义的就是国际的法律我们都是可以和这些活动和工作挂钩起来，我们又可以加强我们的磋商和协商，我们也是可以跟很多的民间社会代表和企业进行协商，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一个行动计划。我们确实也是相对这些在线的恐怖主义内容、暴力内容，我们都是想反动的，而且我们要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顺利的合作、携手合作。而且非常感谢大家，你们对这个倡议的就是充分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对这次讨论的大力的支持，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好，那么就是首相，就是新西兰首相，就是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个 Christchurch 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袭击之后的，就是他呼吁公共社会，行动起来，而且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就是这个第一步的这个讨论，是我们的，在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责任，一个是我们的可能的反应。那么就是我们是首先问一下，就是谁可就是谁有负哪些什么责任？好，由于呢由于呢就是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我是担心时间，所以我简单的朗读一下。那么就是暴露的，就是暴力的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种内容在网络上或者那么就是很复杂的，因为你看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它已经是一个很，或者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那个电影上，甚至比如说你们都可能还记得这种就是 Clockwork Orange 这部电影，它都是暴力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就是这个内容是无法可以避免的，而且只有是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这种艺术品或者就是游戏它发挥外部的作用，我们才可以说到我们是不允许这些内容的。而且刚刚首相就是新西兰首相也已经刚刚说过这件事，
我们说到就是这种暴力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主要可能是涉及到是这种仇恨的语言，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要管理这种就是我们要坚持和管理这种仇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那么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我们已经理解的这些规定，但是好像很多很多。 我们就是在这也可以说，就是联合国也是在这有一定的定义，就是你是经过仇恨的语言煽动起来，民族歧视和民众之间的仇恨等。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也考虑到这是一个方面，可是就是一旦就是假如你是听到这句话就受难，这是不是已经受害者？所以你是作为这个法律的对象吗？ 而且呢，所以呢，就是很多，那么，所以的就是有的社会体制，它对这种仇恨来说，它也是特别的敏感，而且就是它是不是就是原因可以说就是要加强有关的这些方面的法规呢？所以，我们。 对于尊重，就是这种态度呢，就是这种敌方的态度，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要控制的现象？所以就是我们平台有哪些什么责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为止。好，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启发的一个这次讨论的开头。 而且就是在我们的，我还期待着，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贡献，比如说我们有企业代表，我们有政府代表，我们有民间社会代表，都是上了舞台。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看到，就是是不是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在自己的部门的，说就是能够负责任，就是负责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或者就是能够做些什么工作，所以就是我们也可能是不是就获得就是有就是非常有启发的一个讨论，就是在这网上，就是在这有一个网上的，就是 Paul Ash， 就是我们先欢迎一下，就是新西兰的 Paul Ash 先生。好，非常感谢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就是发言。你刚刚已经听到了我们的新西兰首相。 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新西兰在就是反映这个恐怖袭击之后，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做那个就是迅速的做一些立法，可是我们还是发现了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到底我们有哪些什么选择，因为呢就是 Christchurch 这个袭击事件对我们来说是无前例的。 所以我们也看它，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也还是觉得，就是单独的立法不如集体的协调。所以我们也想起，就是我们以资源性的方式，能够是不是更好的覆盖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就是这种方案，这种集体的方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 我们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要开始操作，而且我们的立法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谁也没想到的后果，料不到的后果。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集中的工作方案。 这种具有方针性的工作，因为就是要暗杀50个人正在祈祷，就是正在祈祷的，就是50个人50多的人，而且这件事情，这种残酷的行为，还有就是这种暴力行为，还有实况广播，那么所谓的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立法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和很多，比如说公共安全等等方面，很多方都是有类似的考虑。 所以就是大家，我们就了解，你考虑到所有的部门，包括社会各界社会的什么，比如说言论自由。
或者就是我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就是控制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是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些牺牲者的这些代表，就是法律权益的代表团体，所以就是我们比较全面的考虑了都所有的这些意见。所以呢就是我们如何给政府，就是各国政府要指定它是什么什么责任，比如说就是要就是法规是很重要的，政策也是，可是和社会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保持和保障我们所谓的社会公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尊重人权，但是我们同时要从事这个反对恐怖主义的这些法律，所以我们和企业集团和企业我们也有了沟通，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些责任，比如说用户，就是他们要确保他们自己的平台上的用户符合这些平台的规定，而且就是他为了监督这些事，他就应该还要开发恰当的一些手段和工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发挥，我们自己发现了，我们能够全面了解这个问题，花了一段时间。我估计企业一样，也不可能立刻拿出一个新型方案，他们也得首先研究一下，舒适一下自己，了解更好的了解这些情况。而且我们在这也对我们的就是这些表达方式，我们也有沟通和协，而且我们确实今天在论坛上也是更进一步协调。谢谢。那么我们下边是我们德国的国务秘书Gerd Böhn先生。那么目前的这些极端主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发现了好像他们的融资来源是好像很丰富的。那么一方面是那个伊斯兰主义的一些集团，还有那些最右翼分子，他们是想破坏民主，他们是想破坏我们的这种多边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是，而且就是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就是是一种袭击的方式。他们袭击人，而且就是比如说，他们袭击的是记者、妇女的记者、地方的市长，就是反正在民间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人。而且还有的，比如说就是各派宗教代表，所以就是他们是想使这些人再说话。就是他们要影响这些人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在这就是我们的启发点，就是我们在这时开始考虑了。那么我们在这做了那个媒体，我们和媒体平台和民间社会都做了沟通。我们前几年开始，我们也问了这些媒体，就是这些社会媒体平台，我们问了他们，你们认为你们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呢？你们的义务是什么呢？而且那个时候社会媒体平台觉得他们自己都说他们是一种技术的供应商，他们只是公司而已，赚钱就可以。所以的就是他们，我们还是发现了就是这种共享的这种取得共识的这种想法，或者就是这个概念是他们不仅仅是什么企业或者赚钱的单位，他们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我们共存的民主体制。所以他们也是发现了就是滥用和利用就是别有用心的用这些平台，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就是在德国呢，你可以抽恨，就是在德国就是我们就有协议，他们要取消这些和仇恨犯罪有关的内容。因为呢，你是本身是言论自由，但是一旦是就是有犯罪的话，比如说在德国是不允许否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就是假如你是否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话，你就可以被打官司的，可以就是被诉讼的。所以那么就这些平台公司就告诉我们，他说第一呢，我们有很好的这些共同体
标准。那么就是我们以这个标准可以随时取消单独的内容，而且我们一旦发现犯罪性的内容，那么我们24小时之内就是可以取消。后来呢，就是我们以无名的方式，我们就先委托了一个进行调查的一个公司。那么他们对就是这种意见，就是或者就是这种定义，就是有了解的，所以我们那么就是他们就提前就是向那个谷歌等等就提出意见，比如说什么东西要取消，那么就谷歌Facebook 等等他是怎么做。可是一旦平常的公民对这些公司提这个要求的话，这些公司更不服从。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是要一种执法的网络，或者就是执法概念。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要求这些社会媒体公司给我们提前提供这些有关的沟通，他们要透明的说明他们收到多少个这种就是这种报道，他们为什么取消，为什么不取消某些内容，按照就是比例取消了多少，录下来的多少，他们有没有一种管理体系在后面。因为呢开头的时候我还感到的影响是Twitter 等等这些公司它好像根本没有什么管理体系，所以它没有花一分钱在这些人员上，而且就是对于如何搞好自己的这个工作，就是扫清楚自己的这个平台，他们没有花一分钱。那么为了能够取消就是要取消内容的话，那么首先依靠德国的刑法，那么从共同体标准来说，它是属于一种是私隐法的就是一个方面。所以就是在一个民主当中，你无法成立什么只涉及到局部公民的一种规定。所以呢，就是这些规定或者这些规则呢，就是也只可能最多是由联邦议会来公布的。那么而且就是还说就是要取消哪些是犯罪性的内容。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执法了这个网络保护法之后，那么我们一方面就可以更好的了解，一方面可以更好的监视网上的一些活动。我们正好和法国的朋友们合作，我们也是想很快给欧盟提供，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联合国不是联合国，就是欧盟，它是一个恰当的一个就是一种国际机构，可以支持这些活动。而且欧盟已经多少次做了承诺，要支持数字化服务。而且呢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商务的，就是电子商务，它是另外的一回事。比如说就是在这也只是我们一旦听到什么消息就可以取消，但是还要负责任。所以第二呢，我们应该更多的加强对受害者的关注和照顾。因为呢就是很多的受害者他可能就是受到什么右翼集团的这些威胁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去警察报名，那么警察就说，那么你问什么，这是最多是电互联网的事，可是这那么是互联网，所以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恶劣的经验。特别是就是一个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那个公务员被暗杀了，而且就是这个暗杀的这个黑手得到的信息就是来自就是互联网的，而且他是经过互联网的这种各文材料的阅读之后，就是非常快的就极端化了。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记者他们发现了，就是比如说他们一旦发现就是网上谁把他们那个家庭的门口的照片放在网上，就是他这受了这种威胁之后，他们也只可能搬家。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有一些组织，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德国所看到的
我们在这并不是说数以百万计的人，就是德国人，他们就是并不是利用什么，就是或者滥用这些社会媒体。人不特别多，可是我们还是更好的要了解，就是这些就是最恶心的人，最多有什么几千个人。那么可是他们就是在网络上能够很快的就发布他们的内容，影响到社会。那么就是我简单的说了这么一句，而且就是我期待着，就是我们等会进就是借鉴就是大家的经验。而且就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在德国正在讨论我们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执法，就是这个司法和执法的一方面，一方面和另外呢就是保护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谢谢大家，好。好，现在我们要听来自美国的 Sherry Clark， 她也是代表政府。我很抱歉，我就感冒，所以我声音可能也受了一点影响。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的政府的这个方面的决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包容全社会的一个情景。我们就是不专考虑这个短暂的取消内容的、删除内容的，还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一个态度。第一，我们的美国的宪法和我们就是表现自由和论言自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做法。还有我们就是也很注重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人权的宪法。还有我们就是一些行为便利极端主义的一些的我们反对。但是我们是的执法的方式是不仅是那个删除一些内容，作为一种观念是，如果是那个儿童色情产品，这个一定要有删除。但是比较有极端主义的仇恨的一些内容，不一定违反我们的那个美国的宪法，所以在美国可能这些不一定删除的。我们就是依赖很多技术企业的意愿的合作，就是删除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他们的是有一些新的那些删除制的规则，和也是他们一般他们就是制定的那个公司内的这些服务的规则，就不能发表任何的那个极端主义的内容。我们也是帮助他们用我们美国政府制定的一些反极端主义和反抗恐怖主义的一些手段。我们也是加上技术企业的自己的一些努力，建设相关的那些团队监督的一些手段的，所以他们也是跟一些技术和研发机构就是合作，避免他们利用一些人利用他们的那些平台为了一些极端主义的内容的发表。第三点和最后一点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最好的反恐怖主义的那些手段。这不是那个就是最好是鼓励，就是一些良好的那个论言和表现，自我表现。
这个是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反抗极端主义的这些言论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人的是用自己的脑筋做用批评性的那个鞭策性的一个思维，这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我要把包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如果你是未经一些这样方面的仇恨，可能他们会一边到那些地下的那个网络的部分，所以这个可能是不一定是很有效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对很多就是他们就是觉得不合理是合适的一些行为和一些恐怖右派分子，我们就是种族主义和宗教的极端主义的一些分子，他们觉得一般政府就是干涉的什么，和我们就是对他们来说会鼓励很多人参与他们的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是国际合作最面临这个问题对付这个问题很有帮助的。我就是想提出在这个极端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什么定义的问题是比较难，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仇恨的言论跟暴力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分离个，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一般就是不要叫监督这种言辞和思维，而且是才变成行为之后，我们就是在反抗。谢谢你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了解一下美国的宪法作为这个方面的手段的主要的那个框架和法律基础。我们现在要听永平 Choi 的代表韩国卡卡奥公司。谢谢。我们呢应该了解企业的一个交流，这个是可能跟文化和社会的背景来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一家 company， 所以我们也是那个一种新闻的附上和是一个社会媒体的一些平台的一个 control。所以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内容环境保持它的那个干净性，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用户就是接受一些侵害性的内容。所以在我们就是设立账户和上载内容的人，我们一定要包括他们。在韩国是这样，我们的政府是协调的比较多，也就监督比较多。我们要起诉就是韩国自条义务的一个这个规则条例。这是对这个起诉通过的这个直播监控体制，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在这种有害内容的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用户要自己参与这个监控工作，他们要上报这些有害内容。所以
我们要求我们的用户就要提报这些有害内容。此外呢，我们也是声明对用户有害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内容。我们也是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是报警的这些工具。我们是类似 Yahoo 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也是提供一些社交的可能。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社会的问题，所以一些用户也是为了不良用处，就是看不起别人的，他们就是会发表这样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看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编著功能有一些不利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们也有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方面的提供，但是我们也要提供很多信息，我们的一些做法，如果有社会的一些变化，我们也是尽可能快就会有一个反馈和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也会保护我们的是用户的权利，和想寻找的一些办法，就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我们是承担我们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谢谢。现在是 Brian Fishman 电话，他有两个责任，他是在脸书是在 ICT 承担一些任责。我想介绍一下 Facebook 的对这个主题的这些态度和做法。我现在是上线的极端主义那个反抗式协会的主席，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注重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组织是做什么方向。关于 Facebook 的企业政策，关于这个反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和也反那个仇恨的发布这样的一些极端，我们要五个手段。我们用我们的那个社区标准 community standards， 我们用这个，还要跟刑法部门、执法部门，我们会跟他们合作。如果有一些刑事的案件，第三点是，我们是犯那个仇恨的言论的一些言论。第四点是，我们会保护Facebook 的人员，因为我们的一些人员如果他们要天天要看这些内容，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这是真的很臭、很让人心里不安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工作的员工。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所需的那些工具和手段，所以我们是跟其他的平台自由的交流，我们在这个方面根本不跟他们不竞争，而且是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一些手段经验，和我们有一些专业团队，我们有工程师，我们有些人每天就是编制给政治界的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要很多就是不来自 Facebook 的人员跟他们合作，所以我们就是会协调所有的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我们希望一个是
经过充分的协调的一个人。我们在全世界只有三天，一共有3500多人都是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我们有15000的人都是天天查那个那些方面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投资的很大。我们的这个方面的人员的数量是很大。我原来也是很吃惊，看这个方面的那个程度。我是在我们聊室第一个是看那个 IS 的那些恐怖分子，我2005到2007年我已经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不明白这个任务是多么巨大，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会睡不到，就是这些内容是多么多。和我们是10月份结束的6年之内，我们有1000万次条内容，我们就是阐述了，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想在这里就是说明我们跟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 IS 的宣传还有一些什么家庭组织的事，他们就是会继续传播这样的内容。这是一直是要考虑到这种文化的背景和这个文化的上文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些人工机器的什么他们要判断这样的一些行不行的那些内容的做出一个决策是很难，因为这些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在全世界从这个方面的我们企业的政策都是统一，所以从这个争论我要提出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顾及到每个国家的那个政策、法律、法规，因为有170多个国家，和我们就要注意到每个国家的这个司法，所以这不容易。最后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我们公司，我们就是愿意加入这个反上线恐怖主义的公司。如果你们不了解什么，我来解释一下。这是2年前的，就是提出一个委员会，这些很多就是在非正式性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组织。我们叫一个叫GCT Group for Counterterrorism， 这是 Google 和 Facebook。我们原来只是交流了一些成功的那些手段，然后一些不成功的手段，然后我们就那个 hashtag 的交流，或者是一些大家知道一些那个内容，只是一个数字性的一个哲文，我们去交流的这些，我们发现的是在大程度是这件事。就是 Christchurch 那个屠杀之后，就是更明确出现的一些象征，是我们当时就是对这个屠杀的反馈的要协调一下。我们发现我们要进一步的更亲密的合作，就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在要在真实的世界要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屠杀一个冲击。我们一定要很快就识别这个视频，要马上就把它就删除。虽然我们就是比较快的成功把这个问题解决上，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达到一个共同的了解，找一些共同的做法，一些合作模式，一种我们能进行相关的争论的一种协议的框架。所以我们就是就当时就觉得一个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这个组织，
所以我们现在的律师，他们现在说，正是正好编制我们那个章程最后的一些，最重的一些细节，然后就是我们公司的上个最大的公司会保持这种，那我现在要说的更快，因为可能有设定的点子，第一有智力和有功能。这里是企业，主要是来定有四个大型企业，主要是要来制定这个框架。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政治性的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我们这个是一定要考虑到是不同政府输入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和意见的是，一直是应该是政府就是他们会聚集我们的那个民族和这个。方面的妻子，所以我们要一个比较进行一个开放的讨论，不一定是在闭门的后的一些争论，不公开的一些讨论，有一些争论要在不公开的方式进行，有一些在公开的方式进行，一边就是社会各级和各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会输入。把他们的意见输入这个争论，所以我们也是近期不比较多的争论，就是如何能达到这个目标。第三点是，我们的组织是有什么长途的一些计划和想法，我们要继续已经成功的一些案例，我们要提供一些培训和教育的机构给一些小平台，让他们就是的一些这个方面的知识，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讨论我如何能保护人家的心理，还有这些查内容员工的这个心理保障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也是那些小平台他们没有的那些全球的性的那种团队能查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支持。我们要是充分承担责任的形式，就进行研发和研究机构，我们也会给一些比较近期比较良好的研究工作的，给他们提供种子，所以有一个现在作为反恐怖主义的教授，我在几个大学都是上过这个，一般是报道的人都是在用那方面知识，你要就是稍微就是一些社会，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要他们超越，就是过度的，就是有一个反馈，然后或者是以错误的方式就是反馈，所以我们呢不要说提出我们不要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应该态度应该很明显。我们是代表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应该不断的发表。好，谢谢。谢谢你，这谈到这些目标啊，谈到展示的这些情况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个微软做这个代表啊。好啊，我就把我们的这个观点也说一说啊。我也是这希望能够进入今天这个好的讨论。今天我想说一说，关于我们的这种整个的行为上的负责任的行为啊，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恐怖分子和这个做极端分子的表现。大家知道，微软我们自己呢是有一个铺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服务各种项目，那在这其中必然是产生一些危机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经常要考虑。到我们如何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之后我还会这个详细的说一下，那么作为我本人呢，是专门负责这个数字安全的这么执行官，我现在呢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能够我们线上从整个的一个政治层面和一个非政治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来保障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安全，我现在呢就是说要这个谈到这个 Christchurch 这个恐怖事件的话，我还特别想。
想说的点，我们微软事实上一个非常支持大家在来进行这个网上安全的这种措施，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真正的是把这个社会问题得到好的解决，我们就必须要携手来营造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信息要聚到一起，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Quest 这个事儿啊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地方呢，说明了一方面是这个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这个业界的责任，他们如何把这个两方合在一起来，才能够真正承担这个把这些恐怖的分子得以这种控制。那么事实上这个政府方面，当然他们肯定就是说有这个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些恐怖组织的信息的。那么业界上来讲呢，他要从他整个的服务和他提供的项目上要意识到这些危险。另外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我们现在这个看到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框架吧，我觉得这框架可以说是一个像一个补丁的一个地毯一样。那么就是大家这个在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危机，那么我们才能够就是针对这个危机来做出反应另外我们要看到这社交媒体这一块啊，社交媒体是一个广泛的一个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平台。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找出好多的不是一个一对一的状况，因为我们其中有很多这个企业性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有些做广告他有自己的这个产品，另外呢还有这个很多的这厂家在上面有这个技术上的比我们更强的这种可能性，而且我没有办法检验他们的真正的内容的实质或者细节了事实上就是说很多的法律法规在这地方实施也不是那么一蹴而就的，有的人就来找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技术的解决方案。我们是一个电子的一个服务商的提供我们就是说如何把这个真正的法律法规方面做出保障，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知道在地方呢，就是说负责的这个界限在哪，就是这种分配的界限在哪，谁负责哪一块。那么我们认为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是真正的尊重这个人权，尊重的这种透明，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谢谢。我们还有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代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你的名字那个说的清楚啊。Vihadne 是我名字啊，是每个人都是我是斯里兰卡人，我身上是也有好两个职位啊。这个我说是大家说我得说特别快，不过我觉得还是说慢点清楚一点啊。我一方面是主持一个智库Leonator 是这个智库的名字，我们是已经是15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了那么另外是呢，我是有一个叫做 Watchstop 这么一个平台的一个主执行官，他是我们斯里兰卡恐怖分子有所行动之后我们建立的一个斯里兰卡的一个监察的这么一个网络监察的这么一个组织好，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吧？好像大家不是说，大家可以知道我这个斯里兰卡恐怖事件，大家知道吧？这件事，这个整个的事，且不能说是一种害怕了，他们已经是整个的都这个完全的是不知道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完全都傻了，被他们吓的啊！那就是说这个2018年以来。我们事实上所有的工作事实上可能有一点是对着这个脸书来工作，和他们对立的了那么就是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是有好多这种仇恨的语言在那上面发表，我所以就不太满意这情况我知道就是说有一个人想见到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在这个的旅馆里面，突然他发现他这个看到了真的是完全是旅馆被炸了，他就看到自己的伙伴完全就在他眼前就死去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得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这个把这些种事情阻止住，所以说我们必须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用这个真正的这个科学家的这种清晰的答复来真正的是一种自动的一种流程来把这一种的这种在网络上产生的这种组织和言论彻底的把它给摧毁。
如果这件事已经变成现实了，已经出现了这种恐怖事件，那就已经是太晚了。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ICD 的565，它这个地方使他们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叫沟通把它给真正的这个阻止住呢？事实上我们的反抗的这种行为已经是太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种保护我们公民社会的这么一种武器呢？就是说这个要这个以牙还牙啊，这种状态，那所以说我们就叫做了这个 Watchstop 这个组织，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事实上就这个65000+的这种用户，他们就是可以把这所有这关于这个仇恨的语言呢，在我们这儿的做一个这个报告。事实上呢，我们已经变成了这所有的这种仇恨、恶毒的这种信息和语言的恐怖信息的这种最大的这么一个数据平台了。我真的觉得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大怪物了，这个我事实上我已经做过这个数据的工作了，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大怪物啊就已经放在我们这儿。所以说呢，我们要做一个学术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一个非常洞见的这么一种能力，把它带到我们的工作中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这种速度且看看就在我们斯里兰卡，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些消息，这些这个就是这些仇恨的或者说是恐怖分子的这种信息的传播吧，他们是非常迅速的。那么事实上人他已经自己个人掌握不了这情况了事实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脸书本身身上使得差不多一半来自于他有一个真正的接触。我们觉得就是脸书这为什么他们是不是特别的就是很独特呢？因为你这个脸书本身是它有一个传统性，那么你们真的就是说有一个以相互一个社团本身的相互监视的这种行为，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像我们这个斯里兰卡啊，特别是在这个南方，我们那有一个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智库的这么一个相互的联络，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呢是从这个整个技术上就有些困难，使得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够把它这个建立起来。因为你知道我们南方有好多的不同的方言从这个语言上我们就有些困难。当然我们有这个一些，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从技术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事实上是没有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希望有一个人他是能够有能力用这个英语或者说用德语把做成一个真正的一种交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欧亚体系里在欧洲的这个原体系里，可能你们可以有这种沟通，有一种这个大主标题的沟通，但我们这儿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斯里兰卡大多数的是这个整个的这种情况下，它是完全是不是这个反对这个伊斯兰方向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么比如说我吧有些情况他是这样，比如说我明天早上要把我的这个邻居给杀了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息。但是我的这个自己的母语里面我们没有那个说未来明天的这个词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这个研究这个语言，必须做一个研究他这个仇恨的这种信息和语言你从语言学上就必须要对它有一个分析这个地方真的是完全可以说成为一个政治学的一个议题了那么技术上就必须有一种可能性在这。那么脸书可能是比较容易脸书是在全球最拥有这个技术能力的人，那么像这个信息要这个告诉大家，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而且要使得这个语言学家对此能够比如说像这个民俗学
家、语族学家啊、这种情况。比如说 “combi” 这个词，我们这个 “tamilish” 语里面就是说这个弟弟的意思。那么一个他们这个本土话呢，他就跟他说啊，你好，兄弟你好，兄弟你好。但是，那么如果是这个Singali 语里面呢，他这个词就是说。如果 Singala 对一个伊斯兰人讲，他用这个词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贬义的一个词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世上一个词，你只能是在一个它的背景或者说一个整个的这个谈话流中面才能够描写说。所以说呢，你这个做这个整个的计算学上来讲，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找出这个问题了。事实上，这个语言的结构。这个或者说这个语言的本身的本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语言的问题，产生了一个人权的问题。比如说甘比这个词啊，这个词事实上呢，在英语，我们可以用英语字母写出来的，不是令嘎语，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意义了。那么你想想，每一个企业，都可以说有一个这个警号警戒的这么一个信号了，把这个词马上就给删除了。但是呢，他们所有的这个想做这个删除的人，必须要知道这个词究竟是做什么样。就是说，事实上语言学家他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设计师和这个真正做这个信息收集的人不是在当地的，他们不懂这个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说一个懂英语的人啊、他自己写一个文章时候，这个词不是说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表现了其他的一种语言的它整个的这种结构和含义，那这种情况，这种硬性的这种翻译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啊、那么是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了这种这融资的问题。Christchurch 就发现了一种政治的一种机制的一种真正的就是。和这个企业结合的一个好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 Christchurch 的人应该告诉全世界这个例子，也这个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好多的恐怖炸弹的爆炸。我特别感谢这个Christchurch 的人把这个问题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让全球的人看到一个好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说到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说到这个改变的问题，我们说到政府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首先解决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法学家他也必须说这个和这个数据处理师，他们要坐在一块儿说一说，到底这个地方的差异是什么，这个地方能够做出一个真正的一个法律法规的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堆这个纸，说这个一堆的好话，但是一点作用没有。啊，真不错，这个说的是一个崭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啊，事实上也是一个很科学，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角度来澄清这个问题啊，是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的艰巨啊，而且呢，这个挑战我们可能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都是实现解决不了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这个水平的这么一个这各方面的一个携手和合作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和这个听众进行互动之前，我们在说到这个真正危机的情况下，说一说危机的这种情况。兰泽先生雷泽先生给咱们做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基本的情况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基础进行讨论，还是希望您说的这个短一点，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观众有互动。听众有互动，好。It'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确实，有关仇恨的语言和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些事，这是一个非常发生争论的大问题，而且就是难度，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这个做出定义的这个难度。而且我想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有这么几两三个现象可以描写，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就是有这种表达，就是与言论自由的或者就是表达自由的这些，这些事，所以我们呢，而且就是另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这些技术公司。
那么我是做这方面的报告人，就是我首先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我们有国家对言论自由的，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袭击。那么在这也是就是国际的冲突，或者就是有组织犯罪等等，这都是我就是考虑到我自己的那个出生地点，就是拉丁美洲。那么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些暴力的程度，拉丁美洲的这个暴力还是很高的。那么我们如何？我们都是就是怎么对待这种复杂的数字化技术？比如说，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做自己的这些宣传工作，我们就是如何考虑到他们利用可能是就是加密技术和无名技术？或者我们就是看到比如说就是人权的就是积极分子或者记者也是否用这些加密的技术来沟通。那么就面对这种系统来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能够就是合法的手段，而且光是检查也是检查，特别是对，就是是一个不是很合理的方法。那么，一个我们讨论，就是我们开放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来说，这道换一句话还是多有一些用场。那么，我们对这些恶灭的，就是这些语言，就是这种恶恨的语言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国家就不应该采取一些就是盲目的采取一些行动，说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因为我们的这些国家都还是民主式的国家，比如说，但是委内瑞拉等等，就是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这些也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像智利也是受到很高的压力，所以。那么他们是不是用这些技术来就是来表扬恐怖主义，那么或者是就是也是说是合法的这种言论自由吗？或者也是符合国际法吗？那么是不是换一句话，就是技术上有一些手段，就完全的就是以遥控的方式可以关掉整体就是整体的这种计算机系统，这也不是符合国际法。我们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还是觉得各个记者有法权可以保护他自己的信息的来源。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不允许暴露这些人的身份，无论是以直接的方式，以间接的方式也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到，就是这些平台呢，就是这些平台也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在于就是如何恰恰当当的处理内容来说，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们确实几年以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建议，我们要求这些技术公司、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做一种就是共同的工作，提供一种就是框架性的规则。那么我在这还是有一些那些建议，我们是想给公司提供。第一，我们认为。那么一方面可能是要国家的，就是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就是国家和民间社会的这些机制下和坚持下，应该就是这些公司要成立一种人道，就是人权枢纽，或者就是会有一个人权枢纽，就是在这也做好那个尽职调查，就是有关自己的政策要做好这个尽职调查。
我们也是要符合各个，就是我们也是要以合法的方式办事。就是我们也是以合法的方式要办事，所以我们也还有就是在这要改进我们的这些处理过程，特别是比如说一个那么一个记者就是要接触这些平台，或者就是谁要接触这个平台，而且就是他的就是他的文章就是被删掉，就有一些就是应该是一种透明的方式。那么你是有用户账户吗？那么这些注册的方法也应该是透明的，而且。那么就是很多这些规定也都是可能都是很就是也是要看就是各国国情的，所以那么比如说像就是微软、Facebook 等等，他们一方面说他们是有全球的一种工作方法和方针，可是他们要更要考虑到就是地方的法律。比如说就是西部，那么就是美国、墨西哥等等。可是我们也是知道对于这些 Twitter 的控制是。那么我们就可以前这些公司还就依靠一些什么那些比较科技的这种政策。那么最终我们也是知道，就是我们必须采取国际化，就是国际化的标准，管理和就是有序的规范化这些内容的，就是协调和主持平台上的主持人的任务。好，谢谢，好，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七个想法，可以对我们讨论来说完全是丰富起来我们的讨论。不知道就是其他的我们的参与者，你们对这些事是不是是怎么看的？而且我们在这可正在威胁哪些什么法权呢？特别是对于就是这些说就可能这些规定就可能是原来它是针对恐怖主义分子来说，但是它方面对换句话对我们的那个民间社会也是可能发挥负面的作用。你是怎么想调整这些风险？那么我们首先当然了解各国政府它完全有合理的和合法的考虑，对于自己的法规环境是肯定是做了一定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旦就是我们这个法律管得更严，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就是管理这些问题。就是国政府有会这种说法，可是我们还不是认为是这样。我们还是认为，政府，就是政府呢，就是要针对恐怖主义做工作的话，首先也是需要一种恐怖主义的这种定义。除了定义之外，也还需要一个时间概念，所以就是哪一个是恶性用户。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内容的这种主持和协调来说，这也是这样，真正这样做的话，也可能就是太多的没有必要的内容，可能都就是有风险被删掉，而且就被取消或者被删掉。而且我们在这呢，就是我们还是以资源性的方式加强合作，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而且我们还是觉得公司还是更好的了解，就是自己平台上的这些内容，他们可以管理的最顺利，而且也是可以就是比较迅速的做好这些工作。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就是这些法规也往往可能发生冲突，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政府做的那样，也可能对于我们对某一些就是这种霸权主义的政府来说，它是一种提供一种借口，它可以对这些公司发挥更大的压力，不仅仅是要删掉真正的地区的数据
恐怖主义的这些内容，而且也可能会删掉，要求这些公司删掉其他的，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说不受欢迎的信息。所以就是一些独裁者等等，他可能就是要做好这种等于是这种检查。所以呢，就是对这种威胁来说，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威胁和牺牲我们的这些指导性的原则。所以对这种威胁来说，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正面的积极的方面被牺牲。好，谢谢。还有一条法律，也是澳大利亚的一条法律，它也是那么给这些平台加上一定的就是法律责任，只有你是不删掉一些那些暴力内容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要就是有法律责任。所以呢，就是这些平台是否应该我们要求，可不可以要求这些平台以就是全面的对自己发就是平台上发表的内容进行检查吗？或者至少进行监管吗？那么我们也是不是可以促进这些平台，可以对任何登记的内容，就是要做好检查工作吗？好像是一种资源性的检查方式吗？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已经是有很明确的国际人权方面的法律标准。比如说言论自由，那么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么假如这个平台上他们是根本不了解的话，也根本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可以说，那么我是就表面上好像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干预，好像或者就是这种内容好像不违背一些国际的标准和法律，可是事实上结果是什么呢？平台必须就是冒充就是在压力下就是要冒充冲掉就是删掉一些内容，而且就是事实上你要很好的就是分析这些内容它是否是合法的，首先要进行分析，可是这些公司说是没有时间，所以就宁可就是首先盲目的删掉这些内容就可以，因为我们也对某些那些非法性的内容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可是事实上大部分被取消的被删掉的内容原来也还是合法的。比如说你有所以呢就是那么比如说就是我们有那么就是有的人他就传播了谣言，比如说你是在家里就是用了就是在处理空调就用了一些什么吸尘器，那么这个吸尘器好像也是中毒了很多很多人，包括小孩和婴儿。所以呢就是有的人就把这个内容立刻就被删掉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可以说是也是事实上是减少我们对公民的权益的这个保护的范围。反对这些仇恨语言来说，就是这个语言往往和敌方的语言也还是一样的。我们在韩国，我们是代表一个那个女性主义的平台，它是用一种反射的技术，就是反射技术来感觉到这些袭击或者就是这种用语言暴力的人，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语言从妇女的视角是怎么感受的，有哪些什么感受和体会。所以他现在就是法律上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已经是一种合法的工作，可是就是这个平台的运营商
他只收到这些材料，而且是否政府还检查他是不是完全符合法律做工作，特别是这种反对性的，就是反对仇恨的这种人。好，谢谢你们两位做的非常非常有趣的。现在下边三和四就是我们一二三四，我们还有就麻烦你非常简便的就发言。好像在这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种全球的共识，我们要取消和删掉婴儿的那个黄色材料。可是遗憾的是，就是全球说的是该这么做，但是就是有的单位、有的国家并不是非常积极的这么做。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德国是不允许，是一个犯罪行为，说你觉得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没有发生。可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把这句话认为是言论自由，或者就是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个就直接就是和我们的刑法就有冲突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在德国，你是在网上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平台就立刻必须拿出来就是删掉或者取掉你这份消息，这条消息。可是我们在这和就是这个执法部门的这个经验已经证明，像比如说 Twitter 之类的，或者 Google、Gap 等等这些公司，那么他们每年收到大约就是一个年度50万次的这种批评和批判，可是真正要删掉的这些材料才是就是用户所报名的或者报道的20%，就算它1/4，是1/5左右。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就是也可能这些公司的检察员，他也做一个很就是慎重的评估，什么是真正非法的，什么是符合法律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共识。按照什么基础，是不是按照什么就是基础，就可能取消实在太多的内容，就超越原来的目标。那么在这就是舆论的争论的这个压力，它还是在德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往往是民间社会的这种压力。那么因为呢，就是像比如说 Facebook 这些公司，他们就做了一个那个备案，就是谁就是在德国哪些公民他谁从事这种Facebook 的工作。比如说，就是也可能不仅是删掉单独的这些人员的那些头条，而且甚至就是删掉整个就是这些人的全面的账户，所以有的人就现在已经不可以利用这个 Facebook 或者谷歌，所以也可能就是这个人被排除了以后，可能和他的同事会说好，我们都不理睬谷歌或者好，那么下面请 Connie。 我在这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做一些挑战性的说话。我们在这刚刚就是言论自由，我们有了很好的交流。可是我为什么就是也是觉得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恐怖主义活动，它为什么是它有那么深刻的意义？因为呢，就是对仇恨的语言，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主导思想。我们还是就是首先正确的是获得信息，那么就是我们也还是说这种私隐权的问题，就是数字的隐私私隐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有几个内容，我们都是想就是做一些讨论。那么就是趋势说的趋向是有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一旦就是报名或者报道有什么就是恶劣内容，就是马上删掉这个内容，我们也结果上也会有问题。那么比如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或者一个法律地区认为某某内容它是非法内容，可是就是其他的地方并不是非法的，所以就是这个方面的我们经常还会看到法律冲突。而且呢，就是我们假如负面某人的语，就是用语言来负面某人的话，那么我们也还是认为这个和仇恨是差不多的。而且我本身是就是政府背，就是我是有政府工作的背景。
我还是知道，就是这些文字，光看这些文字也是不够的，因为你还要考虑到这个上下文，而且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讨论，我们如何可以避免这些信息可以伤害人。 而且如何同时不违背国际，就是法律。好，现在要破，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就听观众的意见。这是很难，真的很难。但是不是这么避免我们就采取一些行为怎么难？如果我 回顾一些表达自由和一些言论自由的这些，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在宣布、直播他在暗杀51个人的权利，所以。 我的女儿的一个同事是这个50亿的新生者的音，所以我就是看了他那个屏幕上的一些镜头。我们不要太紧张了，就是太快和不要过度的就采取一些手段，所以我们要。 很充分的考虑着，深深的反思这个问题，才采取相关的手段。但是，那个基督城的这个屠杀，就影响了新西兰的人对真的这个网络的一些发布内容的看法，所以我们也还是。 别忘就是网络也可以用发表一些很好的意见。我觉得是权利，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一个概念，就是仇恨和这些恐怖分子是一些是被。 坏人都发表，但是我们还是看见有大部分的这些认识，在一些就是不安全的事，比如说一些母亲就担心他们的孩子说你是不是很笨，然后有一些办公室的同事，他们也提出一些意见，所以这不是一定是就是坏行为者的这个信息和反应，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为了一些这些坏人就是经常所有其他人的这种利益的事，这是受害的一些人，还有偏见的和那种歧视的一些概念，你不能制定一个合适的一个没有任何的那个偏见歧视的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工的系统，肯定有一些不准确的，就是识别就是坏人是谁，好人是谁，坏信息是谁，好信息是什么，你就一定有一些就分不清的地方，所以我们呢现在有一些系统，他们是能处理80%的情况，但是比如说那种精子性的这种泛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不怎么容易，但是我希望以前我们能是事先也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系统。 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那个数据和，然后就是可以代表的是一个什么，这个数据就可以不包括在这个
套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我们大家承认的这个政策，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数据包容上。所以如果有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发布的时候，我不相信的。如果一个人要说，我们是使用那个 AI 解决这个问题，我会不信任他们。我觉得是肯定是不准确的了。所以他们在提发这种解决方案之前，特别是如果是对公众面对的一些解决方案，要充分的就是检查。现在我们就是要听观众的意见，所以如果还有两个就是总结性和结束性的问题，是那个 IGF 的生态系统能扮演什么？如果我们的到时候时间不允许的话，我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就是请大家注意时间，就是要集中的，就是发言了。谢谢各位那个论这个退役的问题。我是在阿富汗的那个总统办公室工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促进和平的也推动技术的一个论坛。你们都知道，阿富汗现在是经常受恐怖分子的影响的一个比较不安的国家。我现在看，就是 Facebook 做政策的一个贡献，就是对阿富汗有什么影响呢？所以我们的 Facebook 的政策就是全球性的政策，所以当然也可以在阿富汗的那个用零碎塔利班的是塔利班的做出的那个内容就是可以分布。我回到这里。我们是塔利班，就是发表的内容，我们就会删除。但是如果塔利班是参与那个谈判和平的过程，跟阿富汗的政府来洽谈和平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的是用什么就是理性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怎么判断是应该删除还是不该删除的内容。所以我们只能跟一些政府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少数民族的原在阿富汗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标准不怎么好用，因为我们的那个这种少数原的那个输入的数据就不够，所以我们的那个那些监测员就不一定能充分的了解他们这个上文。听了那个话筒，你可以就是排队好，现在是你。我是印度人，我是代表我个人。我们就是宗教会影响所有的，所以所有的在论坛的人都是受恐怖分子的影响。为什么国的政策不是在恐怖分子下是？比如说这些执法部门一直到就是一些情况有发现什么事，能不能就是现实就把它删除。如果所以有时候他们要限定那些恐怖分子就是来自原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那个事件的反应就可能太慢了。
我有一个芬兰人从斯里兰卡六个星期政府就没有反应，所以总统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在社会媒体就看到了，他们那个丁某西政是说，我们就一直是跟这些人已经观察他们三年，所以政府的资源有时候有一点不了解情况，有时候他们的反馈不到位，所以这些过程是应该是有一种现实协议应该来处理这些问题，你不能等政府的反馈，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标准的一个包括一个自由和民主化的一个社会。我不知道在发展中的国家是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那个表达自由，但是如果是一个实际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快的方向，好像这是一个哲学性的比较可以长期的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后先要谈另一个主题。大家早上好，我们是 MLI 集团的主席，我们的是从那个多元多方源的那个网络，我们是有一直最近十年，我们就一直是看反恐怖主义，我们是想研究一下他们那个cyber 恐怖主义的什么，我们就一直研究了十年。我们就是2012年，就是调这些police cyber， 就是多方cyber 的那个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大封顶的一个小部分。我原来不想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听你们讲，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这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策是把这个网络变成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想做一些电视性的批评。如果没有话筒，如果我们都坐在地上，我们都要大声的喊你们的这个演讲，是，你们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现在聊企业做的是，就是比方说，就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是这样，他们商业模型就有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就是会，到底基督城的那个屠杀的直播，当然是马上要间断的。这个公务，我觉得新西兰的朋友就是介绍的很好，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基督城的这个提醒信号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手段哈，所以我们就是要主动就是保护我们这个方面的这种安全性，我们现在就是不一定能，不会发生的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在美国允许的，什么就是，可能是，美国的那个法治还是一个主导的这个法治，因为说在新西兰这个事情发现的是，司法部门马上就要回答，
但是，在洛杉矶有一些就是安设的这个学校几个人，我也理解你们那个德国朋友介绍的德国的情况，我们都理解，我们要好像怎么是面临这些人哈，要坚挺他们的对我们的那个胁迫，但是那个。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问题也是在维普民主的是可能比恐怖分子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威迫威胁，所以这是会让我们的那个思维和思考我们应该采取如何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靠地方性的一些政策，就是逼着那些平台就是遵守本地的那些法律，就是也是，他说在波帕印度的这个工地的那个滑雪场，但是他说就是可能。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他说还是要讨论这个事。如果有一种恐怖分子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司法的反应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我们要逼着地址怎么是为公务和公共服务的，我觉得我们不用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在那个恐怖主义的研究，也有一些偏见。我们就是没有学好南美的教训，我们也是9月11号的美国的事情的，我们没学好的，所以恐怖主义的这些。牺牲者主要是那个国家战争的恐怖的一些，所以我们就没有谈论这些国家的一些恐怖分子的。就是以前你要跟你现在叫恐怖分子的，你要跟他们以前要进行洽谈，比方说阿富汗的塔利班。也是我来的是那个非洲国家协会联盟，原来也是一个恐怖分子的机构被提予这个名称的，但是后来我们就是洽谈和平的时候就要一起在一桌就进行洽谈，如果我们的内容都是。删除的时候，所以很多学术者然后研究是都无法研究的这些相关的内容，除非Facebook 和那些技术平台的人之外，我不用回答所有的这个问题，但是最后一点我要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要回答一下。我也是以前的一个学家，所以我当时是有很多研究资料，和我就写了一本书，所以我知道我看了很多那种很纯的那种恐怖分子的资料，所以现在要讨论像我们这样的平台，就是删除一些内容以后，但是我们这保存这些一些研究者人权利的研究者学家就如何能研究这种资料，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把这些料保存好，就是同时当然要遵守那种已有的那个隐私法规和，所以我们要是。一定要跨部门的合作在这个方面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有2次发言。好，还有问题。
两个人还可以提问，我们现在时间啊，另外是这个后面那个，前面这个，这个可惜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啊，那我说的快一点，我是算是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私有企业啊，我是真的是非常这个接受了很多大家这个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无论是这个企业、政治、公民社会，大家来到这儿啊，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应该想到所有的这个企业界它企业界来讲，本身它会有一个。那么就我就说协进本身它是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是承担一线的责任，那么国家呢也会对它有所要求，那它必须要做到这点，是吧，就是说它要承担它的责任，是这样吧。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想回答这个问题啊。他们可能会引起一些他们的思考。Faker 是我的名字。那么我知道，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网络的治理，好治理，这是我们的主题。但是呢，我觉得呢，就说有一个非常的危险，就大家要轻信，所有的这个网络上的带来的很多的问，就是不断出现的问题，会我们通过治理来解决啊。这个事实上不是说这样的事实。那么所有我们的这个会议记录，我们都不能把这些事儿所有都是解决掉，或者说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体的这种的机构，那么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在场的人，他们可能知道，那么这个是传统的这些新闻机构，那他们应该如何在新时代那承担起自己责任，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是真的是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媒体事实上呢它就已经是一个有个弱势了，但是传统的这媒体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是真正在现场的，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有距离的，它是一个真正是当场的啊。是的，我真高兴你把这一点提出来了啊。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提得特别的好，因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是面临的吧，就是说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确是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也是有一种很多的危机，因为互联网他这个大家都特别现在愿意说这件事儿啊，这个说所有的这个大家都把他这个所有的这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结果大家忽视了传统媒体的这种方式方法而且呢这个要知道这个全世界还有好多的这些暴力行为，它事实上都在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而且传统的媒体传统的新闻的方式方法它仍然是在这个现场在报道着。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这个互联网它当然是通过这个手机它也在现场了，但是好多的这些内容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这种新闻媒体来这个把它收集传播的。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 SOS 的一个机构来讲，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要使得这些传统的这种新闻媒体还是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使得他们真正的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反对这些恐怖分子的言论，反对这些这个这些反恐反这种报道或者是意见也是要把它传播起来。这个非网络世界也是一个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我们的世界是这个问题斯里兰卡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一个文章是登在这个纽约人上面纽约时报上面说的就是这个斯里兰卡当时把这个网络给这个切断了就是为了当时控制这些所有的这些仇恨的这些宣传的这种传播那么真的我可以说什么30年来出现了一个有像一个这种混战的这种状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采取这种最极端的措施啊，来这个，而且呢，是使得大家能够真正的做到民众之间的这种和解啊。事实上，这个只是在这个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但这方面，我们也要一步一步的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每次可以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信息，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的我们的这些情况，然后再把它带到现实中去。那么可能是比其他的一些人会在其他一些方面。有所作为，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讨论，相互之间的这样的讨论的过程中，那么肯定是有些社会、有些群体，它还是非常有各种偏见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产生的这种矛盾，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在甚至像我们这种高层的会议，我们也有这个矛盾的地方。有的人认为从政治层面可以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有些人知道历史告诉我们，纯粹的这种政治层面的这种交流或者这种探讨是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呢，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政策就可以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关注的，这个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新闻和这个媒体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记者们他必须要得到这个保护，他这个做这个恐怖分子方面的这种调查的时候啊，他要受到保护。在加拿大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这个媒体的这么一个他们做的这种调查，这个在他们做的是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情的调研，然后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们有些记者就是强迫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信息来源把它给公开了，交代出来。那么这样呢，记者就没有办法进行他的工作了。那么政府官员当然他是想这个用这个机会，能够这个把这个恐怖分子的这种活动把他给抓住，他们是。有这官方的一些机构吧，他应该说他是有这种这个有这种权利的，但是他必须要比较精确的，就是说事实上在个发表言论上，这个也要非常注意他们的言论上的这种精确度吧，或者说作为一种官方发言人，像拉美有些国家，他们在说到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他就说啊好，那把这个。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他是一个恐怖于这这种不是的，就是说这和言论自由和恐怖分子还要有一个这个分区别的定义的，我们在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如何去定义谁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和恐怖行为，作为一个官方的这种宣传应该是有所定义的，那么当然就平台要受到这个法规的这种限制。但同时我觉得呢要有这个度，要有一个度啊，不能够说是无节制的。我们这现存的这种法律本身也要是相应的有一个合适的一个程度，一个那么当然我们是反对这些仇恨的这种煽动的语言，反对这些所有的这些恐怖分子的这种煽动，但是我们要仍然尊重言论的自由，这一点他们的就是很微妙这种，我们现在就是一共我们有这个30分钟的这个讨论时间，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之后必须要就是离开这个大厅，所以每个人不要说过多长于2分钟嘛。好，做一些政治上的建议。那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建议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可能是太过分了，因为
因为大家说到，就是说我们网络上具体的情况，可能是一方面你可以就是删除一些东西，但是一方面呢，你还要必须是说有这个版权保护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个，但是这如果是有一些不是这个非法的行为，它可以这个上传的这种情况，所有这种限制，我觉得，政策上的这种建议。我觉得就是从如果是强迫性的这种删除本身也包含了隐藏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平台事实上呢就起到了一个检查的作用。那么脸书，那么它有这个15000多人，它是专门这个来检查这个数据的内容的，那么如果你要是真的是和这个脸书做竞争的话，你可能是这种人力的上的，你可能就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成不了他的这个什么。所以啊，请还是简短一点。我们不能是光说这个网络的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也要说到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些科研的这成果也应该就是有这个也交流，就说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极端分子的啊？这是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原因？而且他这个会做一些，我们现在可以实施什么样的这个预防措施？不光是这个社交媒体表现出来的事情，社交媒体真的是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就是说，使大家都有对所有的这个数据世界使用的时候都要有责任心。那么真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个议题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我觉得呢，我必须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来。我们必须还是要有所行为啊，而且呢现在也是要这个很行为起来，我们的行为要非常的迅速，但同时呢也是要有灵活性的，适合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具体的环境。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而且特别是这个公众安全、社会公众安全这个点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很困难的一点是说我这个就是必须对我所有的这些资源啊都利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也真的是说明了一系列的这种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机制，我们需要拥有的这个工具，或者说我们这个拥有的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那么我不是已经说到一个我们这个整个的平台可以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快速测试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经验吧，就是说如何去解决问题，谁应该承担责任，政府、业界、社会，那么技术也应该作为一种武器啊，就是作为企业家来讲，我们必须要承担责任，但是呢，不是说个人，而是说所有的企业家都应该得做。那么一个所有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结构呢，它不能把它这个碎片化，必须大家合起来承担责任啊。那么整个的这种经济的发展、信息的发展啊，真的是如果是这个在这种碎片化的情况下，可能真的是会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些危害。就是说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咱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给提出来。我还是要重复一下我的立场，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复杂啊，不是说光网络，包括了这个法律法规，包括这个我们的这种受害者有好多东西我们是说我们这个有好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去做的，但是我们应该也要谈到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正确的行为、正确的事情那么企业家是这样的，那个企业光说企业家，你们是承担责任，或者说你们就赖你们，这也不行。
我就觉得我们需要这个什么样的这种眼科研，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研究这个语言，做语言学，就是说我们会这应该研究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出现这些事情，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从政府层面上来讲，政府应该就是在这个使得这种政府应该就是支持或者是出资支持这个数字的能力有所增强，在一旦这个数字世界出现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们要有能力去应对。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啊。我说两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法律呢它不是非常清晰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做法就会比较的保守，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呢它也就比较的保守，那么特别是说到这个数字方面，把它用于科研方面，还有这个科研的这些组织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数据，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去做，主要是由于这个数字保护这个上面的这些法律法规，如果我们这样跟别人分享，我们就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我们是真的是不知道，说这个，我们是不是说具体的这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就是不安全，所以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努力，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做到一点，说到这些问题，我们这 IGF 大会，我们都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很多的人都是代表他自己的业界，非常广泛的嘛，但是呢，这个至少这个题目，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把它这个不能放弃，还要进行下去。那肯定就是首先我们就要给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这种发言，他给他做一个定义，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的内容啊？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当然就是大家要承担责任，我们今天也谈到了很多，但是我认为，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应该是说，我们是不是想要一个网络，这个是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怀疑的这种内容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由政府来做定义的内容呢，还是说我们所有的这种用户来这个做这个真正的多样化的这种和这些也有问题的内容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一种态度。我觉得就是删除本身是不是和这个删除本身和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基础原则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自由应该是有些矛盾的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种安全的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才能够保证我们真正的言论自由。这地方就得实现一张平衡也是挺难的。我觉得这个政府本身要决策，自己做出决策，那么他可能是，这个他这个做的决策，如果是我们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决策，才能使得对我们这个互联网上就深远意义的这些事情吧，能够做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说，我们形成一个 IGF， 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平台，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下一次的会议也能够把它这个继续进行下去。可能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更有批评性的这么一个内容了。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审查，这个内容审查不是这个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法那是要很清楚的一点，我们要有一定的这种定义，究竟是说这个什么是属于这个言论自由，什么是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违规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是很微妙的这么一条界限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也同意大家的这个意见，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责任都这个堆到我们的平台上去这不同的这个参与者，都必须要是合作，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相关的大家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处理。
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的一种社团的这么这种政这种这个审查是一种方法，但是不能够说使得言论自由没有机会了啊！是啊，我们的讨论是很重要的啊。大家的看法也都不太一致，有这个不同的这种看法啊。我们这个平这个 IGF 的平台本身带来的就是说不同领域的这种代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能够使大家这个各抒己见的这种状况。可能是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种问题解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相互的交流，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使得这我们这个在一个对话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个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丰富。那么我们自己这样呢，使可能使得我们这个政策呢能够细节化、细致化啊。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次的探讨，我们也是期待着更多的这种对话。